满满一页。哇，定位捉迷藏，游戏规则六位嘉宾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出一名抓捕者，给其他五人五分钟的躲藏时间，身体的任何部位被抓捕者拍到就算被捕捉了，被抓后会变成抓捕者的一方，限时20分钟之内，没被抓到的玩家获胜，若规定时间内全员被抓，原抓捕者一人获胜。注意事项：手机必须随身携带，并保持定位一直开通。好，行。哎，输了吃这个，别再往嘴里吃了，哥哥们。叠罗汉怎么样嘛？就是都得趴着叠起来。行，叠罗汉吧，叠吧。那我们就开始看谁是抓捕者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哈。这游戏我不妙啊，不想抓，我想找个地方睡觉。你这个话，每个话都在哈欠里面，真的。剪刀石头布。Yes，Yes，Yes， 小心点。我想找个地儿睡，剪刀石头布的赢，剪刀石头布的赢。降阳机你自己睡20分钟，然后受惩罚，行不？不行，我好好抓。来，拉个群，开始吧。给你们5分钟躲藏时间。好，5分钟倒计时开始。这也太快了吧！等等我 ，Come on！ 咱们俩不急，你知道吧？咱上哪去啊？你跟我走。你有啥好地方吗？这地方我特熟，我第一回来。现在我看一下，他们三人成群，两人一组。哎，我们要想一个地方，因为他太容易抓我们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得有难度，就是他知道，但是他看不到，那就是身高问题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只有5分钟啊，这边不好藏啊，我要去那边。哦，分散了。哇哇哇，谁？这是谁？看一下，小鬼现在在那边。请坐好，请坐好，游戏开始了。还有歌啊，可以把歌关了吗？哎呦我天哪，小鬼，小鬼就在这儿附近。嚯，张延琪跑去哪儿了？都跑回市区了都要。张延琪跑那么远干什么？怎么叫我名字了都？张延琪，你都快跑回市区了。豁出去了直接。张延琪，我好像不动了。哦，伟霆哥还在走。石山大哥，你不要在这儿，你等一下车。嗯，这个定位好奇怪，他刚才往回走，怎么一个闪现啊？他不找了台车吧？嚯，林更新跟魏大勋两个人还不分开。这不好多地方可以藏吗？你藏狗窝里啊？那是狗窝吗？人家看定位，人家直接很好就找到你，你只能找一个有错位的地方。哎，对，这是行，这是行。你看能藏那里不？咱俩都藏那里吧。咱俩都藏这儿，这不一下就找着了吗？那你给我埋里头啊！咱只能我给你埋里头，别太假。给你是整好了，我咋整啊？你找一找。你能给我拿个小点当枕头吗？最后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了。你现在一点瑕疵没有了，你只要一动不动就行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也装不下人呢。这里能藏人吗？我这门是锁着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来喽。我来了，摄影老师，离我远点啊，远拍。有点难度啊，救命吧！我看到他了，先把魏大勋拎出来。
拿这牌我行吗？咱俩换。耳机给我。我现在离魏大勋越来越近了。这个帽子能借我一个吗？我看定位在这里面。我这现在像吗？也不太像啊。我看看他有没有那个。你问问他。我看看你们。哎，来了，是不是来了？哎，其实我刚拿上摄像机，我回头一看我就看着杨婷了，所以我根本就来不及，然后还能在那假装镇定在那儿拍。我觉得最搞笑的是魏大勋，他又来那招，假装工作人员。我看一下魏大勋在哪。哎，定位不是在这儿吗？这不在这儿吗？这不在这儿吗？老套路！我没找着帽子，没找着帽子和口罩。耶耶耶！我刚才在那假装看下面的时候，你心情高不高兴？关键这儿没地儿藏，我刚一闪就看见你来了，太爽了！手机呢？来，逮！这太好抓了，这一抓全抓到了。魏大勋被抓了？那不对呀、啊，魏大勋帮他抓呀。嗯，那一堆不太对哈。为什么？林更新在这附近。林星在哪儿？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一堆里面。是不是在这儿？应该没在吧？在不在这儿？在不在？在不在这儿？挂了，找着了。你脚是不是你脚是不是动了？我没动。你脚露在外头了。不是啊，这就很不科学。他帮我弄的，他被抓了，他肯定知道我在哪儿啊。他没跟我说。但我没说、啊。你给他一些挑战的机会是吧？对啊，但是他看定位，他很快就知道了。这个很准吗？定位太准了。咱现在都输了，咱快抓人吧。快点吧，快抓人吧。关键没有定位，其实还不好找。陈伟霆在这儿，这里面。我看定位在这里面，这是不是人？哇，好能躲啊！你们也找找，不在吗？啊，伟霆哥就在这附近，但是看不着人。看到你们喽，伟霆哥跑了，他跑了。他在哪儿呢？伟霆哥还在跑。伟霆哥就在这旁边啊。哎，那你怎么找我们俩找那么准呢？你俩我不知道。伟霆哥就在我这附近，他还在跑。捉迷藏不能移动的。可以移动，只要没被我发现。哇，你看他往回跑了，厉害啊。这还真不好找，我们先找张延琪。那我们去，咱们去找小鬼。你快点，20分钟一会儿过去了。那儿呢？那儿。干啥呢？你是不是被抓了？对啊。那你是来抓我的吧？对啊。是啊。你俩，哎呦我天啊！因为他要拍到才算嘛，他看到也不算，没关系，他就抓不到我。这怎么上去玩的？请坐好，游戏开始了。这挺好玩啊。拍他。哎哎哎哎！哎哎！
太酷了！什么情况？拍到了吗？没拍到。你真废！好，现在一起找伟霆哥吧，快！找伟霆哥吧，抓着他了！真行啊，玩 biu biu 的姑娘呢！张延奇，张，哎，这是锁上的呀，这也不是啊。凭空消失，张延奇，张延奇在哪儿啊？张延奇好厉害，明明在这儿。杨迪，这上面有点太明显了，我得换个地方。哦，快走，走，走。杨迪，杨迪，张延奇就在我附近，但是他太厉害了。杨迪，杨迪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张延奇在哪儿，他还在挑衅我，他还在喊我，他喊我杨迪，怎么还不来抓我呀？你看，你看，挑衅我，张延奇就在这一块，他怎么都找不到。结束的时候来我这儿给你惊喜，还挑衅，在哪儿挑衅呢？群里。对，张延奇说结束的时候来我定位，我给你惊喜。这个小屋里好像有人。有吗？没有。谁刚才从我身上踩过去了？我都快踩着张安琪的定位呢。张安琪的定位在哪儿啊？最后一分钟，魏大勋奇不奇怪？张安琪就在这儿，在这个山包里。他就在这儿啊，他就在这里头。真能躲哈，躲这里面。哎，难不难找这定位？奇了怪了，我觉得定位可能有漂移，有的时候会，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定位会定不准吗？但这也太不准了吧，张延奇不会在这儿吧？有可能吗？哎，找到一个人。哎，找到一个人。谁刚才从我身上踩过去了？谁刚才从我身上踩过去了？哇，真的假的？直接就咣咣咣。那我不知道。张延奇，你太骗，你脸上好脏。游戏结束了，伟霆哥赢了。我们现在一起找伟霆哥，他好奇怪，他在哪儿啊？出来吧，伟霆哥。可以让伟霆哥不动，让我们去找找他吗？你看，又到这儿了，伟霆哥就在这儿。没有，现在伟霆哥跟咱们在一起啊。但是，你们谁是伟霆哥？撕下来。他不会
也跟他一样把拿个草皮盖住了吧。出来出来，伟霆哥他在哪儿啊？那小屋看了吗？看过了呀，不会就在这里面吧？你刚才这有仔细的找吗？太仔细了，这能找的地儿都找完了呀。等警犬来找，我们坐标已经跟他重合了是吧？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太猛了，你赢了，伟霆哥，在这儿。你不说你找了吗？我的天哪，这里面没找，没想到。杨迪，都怪我，你太拼了。为什么这不开一下呢？这个定位有时会飘。不是，我家里面这一直在这里，手机一直在动。定位都跑到羊驼的圈里去了。不是，他因为可能他在里的信号没那么好。你为什么不开个门呢？我最后才开，好气。太疯狂了，朋友们。很拼啊，霆哥。太拼了。Crazy。杨迪，你被压吧，你这方输了。是这样子，除了伟霆哥不用，我们剩下的人都要那个。最先被找到的在下面。我是最上面的，你们都被我，你是最下，你们都被我找到了，我压你们。你最下面，伟霆哥赢了，那伟霆哥说。伟霆哥来定，你先赢了，你最大。肯定你输了呀，肯定是你输了呀。让你俩两个膝盖跪在两个不同的身上就好了。他一个人承受两个膝盖，你自己要在中间。我刚要去中间，你什么？为什么我自己？那我在中间，因为我要承受两个个，我不是。不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就行了。你咋这么尖？中间不是好地儿。下去，就是就横着呗，竖着呗，就这样呗，是这个意思不？哎呦我！OK 吧？啊！现在开始了是吗？快点！耶！太酷了！好想让伟霆哥再上来一个。等我，我来了！哇！不行，我们趴下。等一下，再去！可以，来，看前面，来拍照。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我下来了，我也下来了，啊！我下来了，啊！太疯狂了 ，crazy！ 哎呀，这游戏挺好玩啊。嗯，坐一下。可惜没把你找到。这个定位捉迷藏还挺有意思的，不过真挺费脚哈。费脚是不是？这种时候选对鞋子就非常重要。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奥康运动皮鞋，透气还不累脚，我还可以再抓两轮。怪不得你刚才这么厉害，原来你有助力啊。没错啊，而且这一款奥康运动皮鞋。缓震软弹，舒适百搭，上下班一双就够了，职场还有日常穿搭都非常合适。魏大勋，我给你准备了奥康运动皮鞋，等会给你拿。我也可以再多一双，对，我这双今天都脏了，今天穿脏了。谢谢哥哥，还得是两位哥哥呀。这个推不推荐露营？推荐。我觉得可以推荐，这还挺好玩。对，但还是要注意安全，别藏太危险的地方，因为容易被别人踩，连踩两下。但总体还是挺好玩的，可以。下一个是哪一个？白桃。翘汉船，作为土家族传统竞技项目。也是巴东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是时候看路人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竞速挑战了。游戏规则：六位嘉宾自行分成三组，每组两人结成一队，双方各自坐在对方的脚背上，双手紧扣，身体略微向后仰，形成船的形状，起伏向前。三组同时从起点出发，最先到达终点者成为胜利。好，来啊！输了的得狠一点了，不然大家没有竞技精神。
输的两个人接受按摩吧。行，按多长时间？一分钟，一分钟计时，怎么样都行。那就不是按摩，是酷刑。输的人接受一分钟酷刑。来，我们怎么抽签？就剪刀石头布嘛，剪刀一会儿，石头一会儿，布一会儿吧。可以，就这么来，就这么随意。对啊，剪刀石头布。他俩都是石头，只有他俩一组了。我觉得我们赢定了。剪刀石头布。我俩一组，那我俩一组，来，加油！要拼啊！你俩准备被按摩吧？还有比赛吗？得比！这里这个线是起点啊，那个纸巾盒是终点。直接来吧，朋友们，就位，蓄势待发了。我们慢慢就好，不要倒，你先往后躺，慢慢来，慢慢。口令啊，一二，你的腿弯一点点。好紧张啊，怎么那么紧张啊，这个比赛搞得跟奥运会一样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俩有点往后了吧。我们也有点往后了吧，他们怎么都超过。对呀、啊、他们，你的手，我们的手都在线上，你们手怎么都过线了。好吧，后仰啊，好，什么赛事啊，这么严格。好了吧，快点牵着我的手，准备，三，你先退啊。哎呀，二，一，走，没事，稳住，可以，不着急，顺直角往上来，很好 ，OK， 对，别伸太直，你坐稳了再走，坐稳了再走，别伸太直，坐稳了再走，哎，他为什么坐？来，快，别笑了，啊！遥遥领先，可以，大勋赢了，稳了，一加油，二，看一下谁要接受按摩。快，你先半个身位。OK， 加油。OK， 加油。可以，是这种感觉。哎，找到了，是这种感觉了。完了，不，走，可以，来，一，完了，封着他们的路。OK。好累呀！好疼啊！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要穿靴子啊？只能说我这小身板受苦了。折磨我！快，还有希望，我们走个快的，走。他没体力了，背土赛跑，永不放弃。他们歪了，快走直线！快，他们走偏了。我们有戏，我们很有戏，我们非常有戏，快走，快走，拼了！往里的腰背，好累，还没到，伟霆哥得过线，没过线，继续，还没结束，俩人都是过线，俩人哥，伟霆哥差一点，往里面，伟霆哥差一点过了，你们为什么从那个脚走到这个脚啊？改变不了了，已经撞不过来了。朋友们，你知道他的靴子有多硬吗？我为这个游戏付出太多了，好的。小鬼穿的是个靴子，你知道吗？是个硬皮靴，一直在踹我，到后面已经变成这样了，我屁股回去都是青的。没想到我们赢了，大勋爽不爽？爽！耶！那你们在哪儿接受按摩？在这儿行不行？就在这儿吧，按吧。
你的按摩肯定还是现实世界中有的按摩手法哈。啊？我们又不会。我肯定按死你们。啊？不然我这么累，我不值得。快给我们按摩吧，受不了了。趴好来。来来来，上个钟。注意看，这两个男人因游戏惨败，即将接受惩罚。迎接他们的将是。开始。疼疼疼疼疼疼疼。听说你会画画，会玩梗，还会唱歌。疼疼疼疼，说是谁让你们来当显眼包的？哎，一人一边。怎么带下去、啊？我招了！哎呀，你这是按摩吗？疼痒疼！什么东西？不疼，就不疼！啊！别让我赢啊！你们！你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。最后来一下、啊、哪里啊？这有根筋啊啊！好了好了，哇，浑身舒服。今天运动量太大了，还好我穿了奥康运动皮鞋。怎么样？挺好玩的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挺好玩，推荐。我觉得挺锻炼身体的。而且你们把最后那个输掉的人的惩罚可以加重一点，大家会更有动力。对，跟奥运会一样。刚才哎呀啊，哎，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游戏？下一个游戏，葡萄的杯子，看看是什么游戏。快点，我想惩罚了。咱们这个惩罚都比游戏有意思，你发现了哈？爱的抱抱，嘉宾根据名字的字数设置为不同的数字，陈伟霆的数字就是3，杨迪是2。主持人报出一个数字后，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伙伴。11，先挤一下，先挤一下。伙伴的数字叠加和主持人报出的数字一致时，就组队成功。成功积1分，得分最低的人将接受惩罚。那请问，除了2和3，还有别的数字吗？没有了，我们基本都是3。西林娜一高又不在。5。因为我们名字只有2个字和3个字嘛，我们可以把甄小西叫来玩，它代表的是珍稀冰淇淋。5个字。好。输的那个人接受什么惩罚呢？你是在想这个了？弹脑瓜崩。好久没弹了，那一个人可以经受一下嘛，对吧？我建议别弹前脑吧，我真怕脑门弹烂了。没事，前脑没事没事，我都弹过前脑，你怕啥呀？来，1、2、3，哦！1、2、3，哦！那头脸不是我，这样脸肿了，紫了吗？有个长个包，反正完，但是晚上就好了。那是弹的不够狠，那你就试试看他们弹的狠不狠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够不够狠了。反正就是那个人，就是最后分数最低那个人，闭上眼睛，然后闭上眼睛弹，就弹，可以了，弹吧，弹吧，弹吧，来来，完蛋，我算不过来，大家多抱抱我，大家都抱抱我吧，我缺爱。我真缺，我也缺，缺爱，大家都抱抱我吧。甄小西，快来！他是珍稀冰淇淋5个字。我们俩合作吧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有个5了，怎么都很安全。5是一个很好的数字。我们两个是很抢手的小鬼，嗯，我们2个2。来，来。8888888，跨起来，快就开始，又打歌。长得长得也难，他们几个走得好近。对，11，先挤一下，先挤一下，管他的，管他的，挤呀，谁呀？11，咱们是11。哎，你过来，林更新，你去哪儿？林更新，你去哪儿？
这几了？这几了？几呀？这是几呀？我根本算不过来。谁呀？什么？十一了。等一等，五加十一算不过来。不对不对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我们是十一了，是吗？疯了呀！不是，刚才我们过来就是十一，你为什么走啊？我完全算不过来。杨迪，杨迪刚才是没人要的感觉的。几呀？谁呀？这几了？哦，十，我们才十。直接把我脑干烧坏了，十一，太难了。我知道了，先算奇数还是偶数？奇数的话就是三，不管，反正报他就对了。先打，先打，谁呀？都谁呀？先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十三，十三，十三怎么能算？不，肯定要用他。不，我不招，我不招，我不招。一起死，一起死，这轮不要了，都不得分了，那就是不要分了，这轮不要分了。别再搞大树了，你搞大树大家永远都会抱在一起，谁也不会松手。找大树都找他了，太累了，脑子疼，算这个比弹脑花还疼。主要是数都太小了，你说五加五我还能算一算，二加三加二加三我真算不了。你整个小数嘛，六九十这种，六就是这边，五就是这边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八怎么算啊？八八八八，你好烦人！他们是八吗？我们是八。我在这儿讲，六就是跟他，五就是跟他，他八。杨迪，哼，会不会死啊？痛的，轻点轻点，我很久没有这么弹过人了。别乱弹，太痛了。哦，他也得弹你。曾小希就不用弹了。他要弹，他参与了，为什么不弹？曾小希，曾小希，快弹杨迪一个老瓜崩儿。结果曾小希走过来以后把手套摘了。快来弹一个，右手弹吧，右手弹。来了，杨迪，他这个软绵绵的多可爱，还取不下来。他先弹你一下，别把我弹晕了哈。本来，来，郑小西先弹。你先闭着眼，然后你计数一二三吧。我不数。闭吧，闭吧。我先量量距离啊，先量量距离。不要太用力啊！哇，你弹哪里啊？你闭上眼睛啊，不能看啊。我闭上眼睛了啊！别乱弹，就这儿。眼部以上。他说眼睛以上。OK， 好。我数到一就弹啊。闭上眼睛好啊。五、四啊。三，一，你听着那声了吗？你听着那声了吗？我的你听着那声了吗？我听到什么声啊？咚！好脆，像脆瓜，太狠了！啊！哇，你在这儿敌人这么多，真的有那一声梆一声，我听着了，那声好猛，那
我的手都疼，像脆瓜。你看一下谁的指甲紫了？你看他的额头。哎，这下真的破了吧？肿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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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肿了。我是跟我上回一模一样。没事。好，那么。还要总结这个游戏吗？歇会儿，歇会儿。迪哥现在连总结都做不了了。欠佳，痰盂痰吐了。今天一整天周帅遭受太多刺激了。哇，这个脑花斑。好，这个数字游戏怎么样？这个其实好玩的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爱的包包嘛，可以把大家的距离拉近一点。破冰的游戏，对，可能跟一些朋友是不熟嘛，抱一抱就熟了。这个人多一点就更好玩了。其实人多了反而数字不用那么大，六啊七啊那种都可以的。这个推荐吧，我可以推荐，五颗星，五颗星，这可以。